神的话语带着生命力，给我们当心的道，当心的道，也让我们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理，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理。我们开始被他的话语吸引，开始注意他的说话语气、说话方式，也开始下意识地关心起这个不起眼的人的心声。他为我们呕心沥血，他为我们寝食难安，他为我们哭泣，他为我们叹息，他为我们病中呻吟。为着我们的梦拯救，他忍受着屈辱，忍受着屈辱，我们的麻木，我们的背逆，让他的心在流泪流血。所是所有，是一个普通人所没有的，所没有的，也是任何一个败坏的人所不具备也达不到的。宽容忍耐，他有常人没有的宽容忍耐，他的爱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。他有常人没有的宽容，他有常人没有的宽容忍耐，他的爱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。